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选择坐高铁到达香港西九龙站，那么你没有出站，你就可以完成这家我认为是最简单的香港银行卡 ZA Bank 众安银行的注册流程。全程只需要5分钟，你就可以把这个银行的注册流程全部走完，并且还可以回到大陆的时候免费包邮把这个实体卡寄到你的家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聊一聊众安银行啊，从注册到走资的全流程。那么视频的最后还会和大家聊一聊他的一个走资的思路和方案。如果你也是关注离岸投资、离岸走资的相关话题，欢迎评论、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走资不孤独。众安银行啊，是香港排名第一的虚拟银行啊，也是注册人数和管理规模最大的虚拟银行。目前呢是接受内地游客啊，通过身份证还有这个通行证去提交注册资料去申请的，全程非常的快啊。它也是一家虚拟银行，所以它是没有网点的，全部呢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搞定。你只需要在来香港之前下载好它的这个 APP ZA Bank 就可以按照步骤啊去提交了。那么首先它的开户条件啊也是非常的宽松吧啊，只要你年满18岁以上，甚至你是大学生啊，你都可以。只要你身处香港啊，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你在高铁站，你就可以连接高铁站的 WiFi 啊，然后打开定位，你就可以去完成这个填写了。然后带好你这个身份证和内地的银行卡的手机号码，还有这个卡的主卡的资料和信息啊，填进去，一会儿就搞定。那么当你打开这个 APP 的时候啊，人必须是在高铁站啊，你刚下高铁，或者说你这个高铁还刚刚进到那个九龙的这个区域的时候，你就可以弄了。当时我连这个车门都还没打开，我就已经在填了，非常的快。啊，点击开户，选择我们内地身份证，然后看一下我们需要的资料，还是点击开户，然后开启定位啊。这个时候建议你提前先关机，然后到了香港境内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打开机，这样子你就不用省去了这个步骤了，直接定位在香港。那么允许啊，他来做这个位置，填写你大陆的手机号码，然后记得开通你大陆手机的这个漫游，这样才收得到短信，加86的就行，填写验证码还有你的邮箱啊，用 QQ 邮箱也是可以的。然后扫描你的通行证啊，正反面，然后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信息啊对不对，因为它是识别上去的。记得就是准备好通行证上面的这个编码啊，填进去都没问题，很简单。还有就是扫描你的身份证正反面啊，然后在高铁上你就可以去完成这个自拍的验证了。没问题的话就是输入你主要在国内用的银行卡卡号啊，最好是这个有一定的存款，然后呢是有一定的流水，经常常用的那个啥。还有就是你绑定这张银行卡的手机号码，一般都是同一个嘛，都是大陆手机啊，重新输入，然后你的地址填写好啊，就是填写你大陆地址。还是建议因为收到他的这个实体卡的信件邮递方式是平邮啊，挂号信，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一线城市了啊，这样子收到的概率比较高。确认好你的资料啊没有问题之后，然后这里打上你的勾啊，把这个转速快 FPS 功能打开，那么在香港本地互相转账人民币和港币都是完全免费的，和你朋友之间。然后这个开户的目的你选择储蓄就可以了，它很宽松，设置好你的用户名还有密码，这个记好，这样子就已经完全的提交成功了。以前呢还需要去上传这个你入境的这个小票啊，或者说那个记录啊，现在啊众安银行又升级了，已经不需要提交这些资料，它自己和这个出入境管理处就会同步了，只要你定位带好手机就行。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登录到 APP 里面，点击这个申请这个实体卡了啊。同时呢这个实体卡呢也配备了 Apple 这个 Pay 的功能啊， Apple Watch 也是可以用的。实体卡的邮寄到大陆的话一般来说是要25港币的，但是呢如果你填写了我下面这个邀请码，然后你
去跟客服说，你说我的朋友啊大家都是豁免的，那么你就可以免除这个25元的邮递费，直接寄到家里。就需要跟客服主动去说一下，不要光填这个邀请码，你一定要说这个邀请码的人他们都是豁免的，所以呢我也要求豁免，一般都会同意的。那么在这张卡呢使用也比较简单，真的是非常傻瓜式操作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实现在国内和国外或者在香港 ATM 的取现，但是呢我建议尽量的还是留在香港本地取，因为它就没有手续费了，你就取港币就好了。其他时候呢一会我会讲它的费用不太建议。首先假如你真的要去在大陆或者说去别的地方旅行，像 WISE 一样那种开通海外旅游的功能，那么你点击它的 APP 里面的海外旅游，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打开消费 ATM 取现，选择你要去的地区，还有就是说你这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你要开启，不开启的话你是取不了钱的，要提前开这个旅游通知那么关于它这个ATM 取现的手续费呢，说实话就是它最大的缺点了，对吧？虽然它简单，但是呢它要这个收费，同时这张卡也是完全没有年费没有最低存款要求但是呢在这种方向它要赚钱嘛，是吧？总要赚钱，毕竟是金融机构，所以除了港币以外每一笔都要收50元等值港币的这个手续费所以不建议大家在除了香港以外的地方去使用这张卡。那么关于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港版的 WISE 的功能，因为当你利用众安这张银行卡向海外汇款的时候，其实呢就已经自动连接了那个 WISE 了。如果你已经有 WISE 的话，那么你通过这个功能它会自动绑定你已经有的 WISE 的这个账号信息。如果你没有，它其实会利用你众安银行 ZA Bank 已经填写的资料信息去给你生成一个新的 WISE。那么相当于一举两得，你又拥有了 ZA Bank 又拥有了WISE， 同时呢你还免去了这个激活 WISE 的烦恼和步骤。所以这个最简单的香港银行卡呢总结一下，也是一个港版的 WISE 的补充。所以我们到了香港，我建议就还是提前把这一张卡开好放着同时呢大家可以利用下面的这个邀请码然后和客服沟通，记得主动沟通去免除25元的这个邮费包邮到你大陆的地址都可以。最后就是这个卡尽可能在香港使用了因为外地的这个使用的费用特别高。当然你也可以绑定什么支付宝美团那些但是呢总金额不要超过200元，否则呢还是一样超收那个外币的这个手续费的，不划算。还有就是这张卡呢它很明确的就是说了不要变成这个冻结账户，记得呢就是稍微留点资金在里面100-200港币也好，因为都是可以取出来的嘛，它也没有管理费，是吧？然后定期如果你有其他香港银行你也走一走流水，是吧？让这个账户变成是一个活跃账号同时呢这张卡是其实是可以接收香港本地认可交易所的，就是虚拟货币交易所的资金的所以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非常的广阔，因为香港也是这个虚拟资产Web3 相关的发展的重要的基地嘛，所以我相信它未来这张卡的用处会慢慢的扩大的。关于整一个走资思路呢也比较明确，那么只要你有 USDT 是吧，那么通过变卖 USDT 变成港币，然后到众安银行，然后你可以到香港的其他银行，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港币了嘛，对吧？或者是人民币嘛那么也可以到香港其他的银行，或者说通过 WISE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走到全球了，美国欧洲都可以了。所以整个 WISE 的介绍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样在 WISE 或者众安银行使用方面的补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走资不孤独。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